我看这轮子这个车是瑞姆，车自个走的，我赶紧把车子拦我，就把人都撵了。你看，人家轮子还开走的，车还停了，他把车稍微缓缓的一倒，把人抬去世。目前伤者已被截肢，暂无生命危险，事故责任我们在进一步调查之中。临时品APP等你下载。